好，是小偷。把门关上。哎，大哥，我知道钱在哪，我去拿。大哥，给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少废话，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就这么点钱，装过去。对了，大哥，你现在最多算盗窃，就判3年。你要是伤害我的话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我还怀着孩子呢，为了孩子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哦，对了。大哥，我这里还有个结婚戒指，还有一个手镯，你拿去换点钱，应该还能值不少钱呢。你拿着点钱去做点小生意吧，不要再冒险了，万一哪天……姑娘，这钱、手镯跟戒指，你拿着。哎，大哥，你别摘了，我不认识你呀、姑娘，谢谢你的大骑马。